县长、副县长、府会秘书长、各位局处长、本位同仁，大家下午好。我这边有几个议题啊，我就教一下我们的县长啊。那这个国际艺术岛呢，今年是第二届哈。那当然也感谢这个我们县府所有的团队哈，对于这个十年这个国际艺术岛的呈现，今年是迈入第三年第二届。认真本席是看到了，但是外界对于这个国际艺术岛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比较陌生呐，会比较陌生一点。本席发现到今年国际艺术岛真正来参与这个国际艺术岛来参观我们作品的哈，人数并没有很多，那相对的，因为刚起步嘛，刚起步呢。作品的呈现，这个作品的呈现呢，大部分以栏杆会作品会比较多一点，那我就我本席本人呢，是举官选区的议员啊，那我们举官只有三座作品，只有三座作品，在工作报告本席也有请教这个我们，文化处这个吴处长，我就说了一句，举官两个岛。两个岛，算是比较淳朴未开发的，也可以算说，是没有开发，但是保持最原始的。我们做导览解说员也是一样，这样，这是马祖四乡五岛，我们举观两个岛是保持最原始的。其实客人来就是要看最原始，最原始的风貌，如果能注入，这个艺术品能注入我们，不管这个要怎么呈现他的作品，结合他的地貌，他的一些故事性，我想会更生动一点。那这边前几天这个等于说展示这个部分，时间呢告一个阶段，当然我们作品还是会保留很多啦。那这边呢，本席要求下一届啊，这个下一届这个作品呈现的时候啊，处长那边我们今年三件作品，明年提升变五件嘛，好不好？因为我们本身是未处理岛了，而且碍于这个之前的行销，可能行销或者透明度不够啊，来买了，一定会比我们预期的有落差啊。那相对的，我们离岛的话，碍于他们的可能来欣赏他们除了要走行程，要参观这个艺术岛这个作品哈，这个作品呢，那可能我们离岛可能就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吸引力啊，除非你是作品是非常好的创作哈，非常好的创作，那才会说哎，这一团我们去举观，举观听说有好几个作品非常非常好。所以艺术岛对我们离岛这个部分，当然都希望能到我们四乡五岛上去走了。这个部分哈，我这边请主席裁示哈，县长就利用这个今天这个总咨询啊，我就叫县长，对于国际艺术岛人到底提升多少，那未来呢，是不是当然还是以栏杆为主啦？这个当然，我们执行这边是我们文化处长了，你的看法啊？我请处长还是请我们县长做个回答。好，请县长做回答。是，谢谢宜宾议员的关心国际艺术岛。第一点，我们必须要去深思跟检讨的，今年度的国际艺术季啊，就是时间比较仓促。比较仓促一点，就是在前置作业的部分，我认为应该还有改善的空间。是，所以说在明年开始，我们会有一整年的时间在做前置作业。那第三届的时候，114年，我们就会有完善的一个国际艺术岛的一个宣传。是，那等于说113年，我们把前置作业做完。114年策展跟宣传以及艺术家的作品就会出来，所以说下一届的这个呈现，相对的它的行销跟你们准备的工作
会相对的比较晚上，是整整有一年多的时间。对对对。好，明年113年，等于说你们这113年，我们都在做准备的动作。啊，114年就呈现第三届的作品。对对。啊，这时间非常，这个时间点就非常非常充裕了。是。那刚刚本席也讲，非常肯定，很多局处都去支援这个。对，没错。接待一些外宾，本席都知道这个事情。是。啊，当然。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啦，是是，好、哦，但是只要有用心哈、哦，有用心，我想说都是给予肯定的。对，好、哦，那另外，前几天我们这个陆委会主委，是、哦、邱主委，啊、哦，邱泰山主委有来有来我们马祖，那针对的我们的县长委员啊，我们的议长都有陪同啊。那本席为什么会谈这个邱主委他来这边啊？又想到前一段时间县长赴北京，当然有一些议题，那他是这个陆委会主委啊，那本席今天会讲这个议题，就是关心到陆客开放的问题，是好、哦，那相对的有一直在争取，我们不管是这个我们的县长好、哦，还是我们一代表，还有我们的委员，相对的金门那边，他们也都在争取陆客的开放，好、哦，陆客一开放。可以创造多少的商机？但金门因为他们交通便捷，哈、哦，金门交通便捷，他们你看就单单疫情三年停掉，疫情三年把它停掉，现在要准备开放，它绝对是有商机的，哈、哦。那之前你看我们的旅行社其实都有在对岸设立这个旅行社。后来来的人潮并没有那么多啦。我们平心而论，就先天的地理环境跟我们的交通，确实是不如金门。好、哦，他人口来多少人，我们至少也不要落差太大。好、哦，他们的航班很多啊，飞机也好几家，而且还大型的。好、哦，所以这个部分如何让这陆客来到马祖？好、哦，来到马祖，你看我们航线也开辟了。生活一日圈这个航线，其实现在以目前为止，陆客如果都不开放，当然这是中央的政策啦，中央的政策。好、哦，那就我们这个主委来这边哈、哦，我想县长，刚刚我就只是其中一点，你们一定会跟我们主委报告，这个县一定会跟我们主委报告这个陆客开放的议题做延伸啦。那你们当天，等于说接待他之后，你们在不管在座谈还是参会期间，还有提出哪些建议？你简单陈述一下就好了。好，谢谢啊。有关陆客的问题、啊，我上任以来，陆会主委来两次啊。第一次我们在县府会谈的时候啊，我提出，现在小三通既然自由行开放，团客部分还没有开放，是不是去思考？那他很明确的给我们一些讯息。他要采取渐进式的方式，他告诉我说，陆配的相关的血清，他会先开放，是。那回去的不久就开放，目前已经开放。那这次来我就跟他谈，我这次北京之行呢、啊，希望胡马先行，啊，福州跟马祖，把这个福建这个区块打开。基本上他并没有说反对，但是呢，有一个观念。也就是现在两岸的僵局的观念是说对等、啊、那双方都认为说我如果答应了对方不答应那我脸上无光嘛是所以说我也会借着下面几次机会啊也会去跟陆方谈希望我们跟北京谈的问题那福建省这一边希望在执行单位地方政府是不是也希望团客啊那福马先行先试如果福建这边有这样子的正面取向那我们把这个资讯带回来也跟陆委会讨论这边有这样子的取向那我们是不是也试出善意双方对团客可以先行先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我跟他的会谈当中呢我们可以发觉两岸的开放是一个趋势了啊，不但马祖需要，台湾也需要。台湾也需要。如果是一个趋势的话，应该在选举完之后的不久，
应该会有一些大幅度的改变。我刚刚正准备要回你这一句话。对对。我想就是选举完毕，好、哦，执政的换了就有机会。是是。好，不然就一直僵持不下。是。好吧，这个也谢谢这个。这个我们各行政首长还有我们的这个民意代表的努力哈，已经解封了哈，是这个完全都是这个上级这个中央的哈，中央的一些政策，也阻碍了这个所有的行哈和一些商机的不便哦。那另外啊，这个。应该在工作报告，我有听到议员哈，那本席也发现到，就关于海底电缆的事情，又断了一条，是很明显的，真的很明显。你看，去年年应该在去年应该是年底就有修复，今年已经又年底了，又断了，你看这个中华电信的这个损失也非常的严重。但为了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网络时代啊，没有这个网络啊，实在是没办法。那本席不知道这个海缆断了，这个什么时候可以修复？好、哦，是不是说，没断了也要去增置一些微波？好、哦，像我听说北竿那边也有增嘛，这个部分向做个回答。好，谢谢宜宾议员关心马祖地区啊。电讯的问题、啊、马祖有三个海缆，就一二三条海缆，是最近断掉是第二海缆，第二海缆现在之所以海能通，是第三海缆加微波。那当初为什么一二三海缆断掉的时候马祖会断讯，是微波系统没有办法马祖地区的需要，大概马祖整个需要微波的它的量要到 6.5 Gbps， 但是当初设立的时候呢只到3，是所以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地区需求。那借着上一次海缆断线的时候，我陪同议员到立法院去做座谈会的时候，中华电信有承诺要把马祖建置微波的系统。那微波的系统它从开始就一直很努力，包括中影、北竿、南竿，是它预备要建置多少呢？到10到12 G 的 Bps。如果这样子，我们整个的岛需求量是8.5 Gbps。那即便所有的海缆全部断掉，全部断，未来我们也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是，所以说虽然第二条海缆断掉，目前我们还算是顺畅。只是偶尔有点卡卡的，其实这个部分第二海缆本第二海缆应该就是南竿到莒光的部分，不是第一条海缆，第一条南竿到莒光，那是到东引那边，是到台湾。本身有发现到这个网路确实，而且在我们莒光那边卡的比较严重，对对对，啊，本身也接获相亲的反应，那我本身我自己也有发现到，是，那这个有没有修复的动作？有，现在海象又那么恶劣。他大概按照期程嘛，要排到12月份了。十二月份、一到他们给我的讯息要排到12月份，但是有很多事情很难讲。当他们瞧好的时候，像上次就提前了2个月或1个月到这一边，所以时间是暂定了哈。对对对，时间会暂定，大概落差在前后1-2个月。对对对，哦，这个收视这个品质啊，其实这个部分呢。我们使用者哈，也要这边也要要求啊，要求对连江建设跟中华电信啊，这个提升。有他们很努力在做。现在网络时代啊，没有这个哈，一般他们，我觉得很奇怪，休息晚上就寝前都会在房间去玩，网络真的都跑不动，都跑不动。跟流量有关系，使用人的流量有关系。那个时候使用的人也特别的多。对对对，也比较多哈，还是要修复哈。会会。好。那另外这个昨天吧，我们副议长有提到这个原住民，好，这个我们是65岁，这个发放老人年金是好。
那原住民的部分呢？那涉及到我们马祖的应该也不多啦，不多，21个，不多，21位。这个办法有没有？我们现在目前他们都没有接收到这个老人年，他们是55岁，对，没错，55岁。我们这边有没有这个规，有没有这办法，有没有去执行？目前都还没有。目前那天有民安也有问了嘛？对，甚至于说在这个重阳节啊发放啊。我知道这个也让人家也让他有感。对这个部分哈、本局的这边呢就会后哈、你们去协调看一看，这个因为既然他们都生活，像很多他们都会就来这边就在这边定居了，这基本的一些这个他们应该这个东西应该也是这个中央呢、中央他们可能。他们预定的这个原住民，因为他们这个可能寿命比较短一点，所以要提早享受这个福利，这个部分我们要去执行。会，我有在思考，因为原住民在地方的贡献度也蛮多的。那未来，这20几个，我刚才有计算了一下，大概经费只不过32000多了，是，并不多，并不多。那但是最主要我们要定一个相关的要点。因为毕竟是现金的给予，是，我会请相关的局势啊，去研究一下，是不是原住民把它降到55岁，我想降到55岁以后，前置的后面的是怎么处理，管制作业是怎么处理，截止到什么时候，迁入等等，我们这边都会有往上规划以后再实施，我想这样比较不会乱的套。是，虽然您刚刚说21位是。满55岁以上，全马祖满55岁，55岁以上，对对 ，OK， 好，谢谢，后续这个还是去研议一下看看啊、哦。好，另外本席啊、这个也接获到这个我们渔民的反应啊、上次我们去环旗，本席也有这个陪同县长去上架船只啊，是，他现在目前上架船只的位置不是之前他们。因为我们现在上架船只这个维修的部分，他那边是做铁壳船啊，是，已经应该有2艘已经进去，好，那我在3楼，这个也接到那个我们南竿渔友，议员这个修什么船？他是修铁壳的，木头不专业啊，就回来也没修好，好，这个部分啊，还是要去再去找个适合的点。之前他们渔民都知道在哪里上架，但是我们去会看的那个点哦，并不是他们要的那个点。这个后续的话，可能有机会的话到大陆去的话，会还是比较看看渔民嘛，渔民呢、他们有船只的船主知道在哪边上架哪个位置，他们都知道吧？我们可以去那个啊，可以协助一下。议长刚刚有交代。现在就是说，渔民要找到疫情之前的那一家是没错。那我想，本来是疫情之后是不同意，现在我们把难关突破了，现在变成同意了。是啊，现在变同意以后，到底是哪一家？这里面为什么一定要去铁壳船这一家？是他们的制度呢，还是他们规定？我相信这次进去以后啊，我们会跟高层见面。是不是希望他们能够符合我们的需求，让我们找到我们需要的地方？这个我们会再谈。因为之前这个上架的修复的这个厂商那边啊，配合很久了，都没有这个问题啊，都没有这个问题。好，那后续啊，这个像刚才讲哈、这个进去呢，都把一些我们渔民的事情要把它解决掉。好，那另外最后一个议题啊，那个县长您桌上有这一份。马祖小山东票价的资料是是、本席就福澳到浪旗这个部分啊、这个票价是票价从大陆出来是人民币170，我们从这边进去是1000块，这边有落差，好、另外一个就是白沙到环旗的部分里面有县民优惠票的价位跟县民敬老票的这个价位，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小三通当初我们是推
第一条航线是福澳到马尾，啊、哦，那后来又推了白沙到环旗，是是。那因为马尾我不知道什么因素啦，那后来就改成福澳到浪旗，啊、哦，我们相信对于这个福澳到浪旗，这个，我们举观相信这么说啦，因为航班的关系。航班的这个发船的时间，还有我们这个岛际交通的时间，我们举观相亲几乎都走浪旗。好、哦，这个细部其实想一想，为什么走浪旗，能不能衔接航班哈、哦？所以我们举观相亲几乎进也是进浪旗，出也是从浪旗到福澳，我们比较方便，好、哦，比较方便。如果要走环旗的话，要浪费非常的都是。非常多的时间，是我刚中场休息时间，我也找我们有跟我们信谦局长去聊，我们其实就要走这条线，因为南北干他们说，哎呀，坐船坐要坐七八十分钟很辛苦，是其实可能我们可以习惯，其实也不是习惯的问题，晕船的还是会有，但是呢，不走这条航线，我们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那我针对这个福澳到浪旗这个部分，现在你做个解释，因为这个应该是。船公司嘛，是是、哦、订的票价，好，不管相亲保留啊，还是敬老啊，还是这个进跟出，为什么这个价格落差好有将近200块？我做个说明，哦、是，请宜宾议员呐、啊，看一下你手中的表，左手边叫做新台币，右手边叫做人民币，是，他们换算的标准是人民币乘5就变成新台币，你算一下大概都差不多。但是唯一有一个差别的是什么呢？大陆那边不收清洁费，这是协商，我们这边有收清洁费，最大的差距差这100块台币，其他都是一样的。好，现在你讲的我非常清楚，你刚才说人民币170，我就单单以这个全票来讲，好，170乘以5 850，对对对，再加100块，因为他不收清洁费。对对对对对。如果要收的话，就变950，所以跟我们的1000块落差只有50块而已。对对对。那这个，那就以这个福澳跟福澳到浪旗、白沙到环旗部分，县民票的部分，但是并没有那个啊，县民跟敬老的票并没有便宜啊。你看哈，人民币，你说县民敬老票，那个单程啊，人民币是80。你白沙到环旗有我们县民有县民优惠票跟敬老票，敬老票，但这个我们的浪旗没有啊，400。新台币是400，人民币是80。对，没错啊，那乘以50400没错啊。对啊，对啊。那当然，本期到这个航程当然比较哇要多一倍多啊，所以它价格高一点是没错啊。但是我们走浪旗这一条航线。我们65岁以上，跟我们县民并没有任何的优惠啊。走浪旗，这样你应该听得懂我意思吧？我知道，我了解在说什么。啊、因为白沙跟环旗这条航线呢、啊，在打通的时候啊，刚刚开始，这是南北海运的票价。他取得这条航线的时候，他愿意释出他的优惠价。哦，等于是白沙到环旗。南北愿意释出他的优惠，他的优惠价。那这一个下面这个福澳到浪旗，只是之前的马尾更改为浪旗。对对对对对对。那还是他优惠，他有优惠，那为什么？他全票没有优惠。为什么、这个？一个1000，一个170。为什么这福澳到浪旗也不优惠？也因为这是他本来就取得既有航线，原本之前的票价。对对对。那之前我们。现在你知道之前我们福澳到浪旗，到马尾一张票是多少钱？我不太了解了啊，1500块。哦，是啊、哦，1500啊。对，到马尾有1500吗？是来回还单趟？现在讲的大概都是单趟。应该是对，都是单趟。里面是单趟，都是单趟。之前到马尾有1500啊、哦。是啊。那么贵吗？是啊、哦。那等于说船公司这个价格算是合理的、啊、他这个不是他开的，他把他合理价格算出来要报到航港局审查通过才可以。是因为这个相信有这个疑虑啊、哦、他今天现在陈述的也非常清楚，
那本席了解。好，好，现在请坐。好，谢谢。散会。